第一位音乐老师花开富贵开始咯。在什么样的花园里面弯呀弯，种什么样的种子开什么样的花，在小小的花园里面弯呀弯，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，在大大的花园里面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，在特别大的花园里面种特别大的种子开特别大的花。第二位好梦，准备开始，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，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，在特别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特别大的种子三位草莓壳，准备开始，好，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做什么呢？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，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要继续挖，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，哇，又一朵，在特别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挖呀挖，四位毛葱小姐，好，开始，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挖呀挖呀挖，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，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，在特别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特别大的种。谢谢小美，谢谢小美。